这个机器大概是2002年左右，我在淘宝买的，当时的价格是100多块钱，是一个出口德国的一个磁带机，可能而且它还有那个，就是叫音频捕捉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接那个 USB 接到电脑上，然后可以转成这个数字音乐。这个机芯呢，做工还是可以的，首先就看一点。就看这个电机，它是做了屏蔽罩，这个屏蔽可以降低那个很多噪音，电机本身的这个就是那个辐射。所听的这个磁带呢，是一个美国的乡村音乐，一些经典老歌。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效果啊。Got on board a westbound 747. Didn't think before deciding what to do. When they talk about the duties, TV breaks and movies run through, to run through. Respect, I'm out of breath, I'm under love. 好了，就听到这儿，再见。